来，开刀哥，来位置，你的位置，你的位置。是当那个孙小敏的那个陪衬、啊，生日快乐！来许愿望，许愿望，开放的快！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一向都是一定要 double 的啊，100间！哇！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愿望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赚大钱！哇，这个开心！来，你要用这个上吗？我有一个吹吗？他也看。我有气功。你有气功，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做到了，怎么做到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你生日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了。哎，切一半，切一半。太强了啦！真的太强了，掌风。他第三个月其实是说。哎，我们来拍一个合。